一口鲜上来了，脆皮鸭丝卷也上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姐姐，今儿我跟小伙伴来到了春风里小区这边，带大家来打卡一家小菜馆——红顺炒菜。您好，两个人，看一下菜单啊，看一下，来一个脆皮鸭丝卷，再来一个一口鲜，再来一个宫爆炒饭，番茄汤来个小碗的。一口鲜上来了，看一下，这量呢也挺足崩的。好，谢谢。脆皮鸭丝卷也上来了，还挺亮，明油亮签，一口鲜是42，咱们开个盲盒看看里面是嘛。宫爆炒饭也上来了，宫爆炒饭是13，看一下，里面有这个鱿鱼花、鸡肉，然后还有牛肉，还有辣子，好像还有虾仁儿哦，还有虾仁儿，看一下，看这鸡片，这味道呢就是咸鲜蒜香的，有点像全包，感觉就是鸡蛋皮儿包全包。这鸡蛋皮呢就是吊蛋皮，就是水淀粉跟这个鸡蛋呢打匀了摊的这个鸡蛋皮儿，吊蛋皮儿。看这鱿鱼花、虾仁儿，看这牛肉，看这鸡蛋，这味道还可以，量挺足崩的。下面尝这脆皮鸭丝卷，看一下，尝尝啊，这里面是京酱口的，京酱鸭丝，酱香、咸香、甜香，说白了就是吊蛋皮裹上这个京酱鸭丝，然后呢外面弄上一层这个面包碎炸的。脆皮鸭丝卷34，外皮呢哎挺酥脆的，吃的挺香。小碗的番茄汤也上来了，小碗的番茄汤是6块，尝了一碗宫爆炒饭，咱们来尝尝啊。因为小伙伴不能吃辣，这宫爆炒饭呢就没让放辣子。这米粒呢不是那种很黏的，也不是那种粒粒分明的，我觉得挺适中的。这里面是鸡丝，不是鸡丁，就是甜口。里面这鸡丝呢挺多的，哎，吃的挺香。来碗番茄汤，这不太耐人了吗？挺好，酸甜甜的番茄口。总体来说呢，他家就是量大实惠，味道呢还可以。哎，这个价格还要嘛自行车，挺好。盛一碗宫爆炒饭，再来点一口鲜，鸡蛋皮也放上，再来个脆皮鸭丝卷，这不太耐人了吗？吃的挺好，挺香的。鸭丝卷儿一口鲜，鸡蛋皮儿里有乾坤，量真足崩挺拿分，喝碗热汤暖暖身。宫爆炒饭不加辣，鸡丝不少。Oh my god！ 我跟小伙伴一共消费了96，他家确实挺足崩的，剩了一些打包带走。我跟小伙伴已经打好包了。您了觉得他家味道如何呢？如果您了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留言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爱你哟，棒棒的！